我笑一笑，古今我找一找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知青的最无聊，机会不机会笑，哦，说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，摇呀摇，摇摇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。江山不要开玩笑，嘿嘿嘿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，飘呀飘，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，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。启禀千户，还不见人影。奇怪，这么晚了，居然还没到。第三条小巷子，应该在这儿转。哎呦，怎么去那么久啊？就算是绕他个十圈，也该回来了。爷爷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再等等看吧。我看我还是去找他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，小玉，现在到处都贴咱们画像，你这一出去不自投罗网吗？真是。哎，那怎么办嘛？干嘛？哎，巴拉柱。不如这样吧，你的身份比较不敏感，你就沿路出去找找看，说不定会被你碰上。哎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只要一出这个门，保证会迷路的。你就找找看嘛，我们在这干等也不是办法呀。他要是被逮着了，去找也没有用啊。这，哎，你可以先到衙门去找找看呐、啊。如果他不在衙门的话，就表示他安全了、啊。快！哎哎，可就柯大人，你真的冤枉我了。冤枉。是你舅舅亲口告诉我的，你还敢狡辩？哎，我舅舅那张嘴巴也能信吗？哦，你的外甥说你有一张烂嘴。哎呀，柯兄柯大人啊，我这个外甥老喜欢开他舅舅的玩笑，您别相信他的话。八大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们两个各说各话，最好当面给我对个质。八大叔，嗯。不是说袁不凡和袁小玉他们大清早会出现的吗？是啊，那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的人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这件事情又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他。啊，你八大家，你的舅舅都已经把你给招出来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哎，小的只是骗骗他，开开玩笑而已啊。就是也能开玩笑，八大家。嗯。袁不凡和袁小玉他们不是跟你约好的吗？哎，小的怎么知道啊？柯兄柯大人啊，人家说不定放他鸽子，对我们八家人来说啊，被放鸽子很平常的事情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问你了吗？谁叫你给我多嘴？我问你了吗？谁叫你给我多嘴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叫你闭嘴！我叫你闭！哼，八大家，嗯，袁不凡他们到底躲在哪儿？哎，他们的地方啊，路有够复杂的，小的也记不清楚了。说说。哎，
小的真的忘记了吗？好，你不说也行。既然你对他们那么愚忠，处处替他们掩护，我们就来玩一场游戏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你带他们一样的带。游戏？什么游戏啊？哇塞，这哪叫游戏啊？这种游戏就叫做人性实验。人性实验？人性也就拿来实验的？嗯，东厂成立200多年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发明这种人性实验。不管是人伦亲情，或者是朋友义气、师生情谊，说得好听，到头来都是不堪一击，脆弱得很呐。哎，柯兄、柯大人，这种事情用不着您实验，我可以承认的。快放了我吧！既然袁不凡和袁小玉跟你是同志关系，那我们等着瞧吧。你人留在这儿，看他们来不来救你，你就多存点希望哦。不过，如果他们没有来救你，你可不能怪他们，人性。哎，关光兄啊，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啊？我看我舅舅比我更适合，你还是找他来实验好了。啊？要是找他做实验，肯定有许多伟大的发现呢、啊。什么最烂的、最贱的人性的，保证是应有尽有，样样齐全呢、啊。哇，你存心想害死我呀、啊？这个主意不错。啊？下回再看看。不过，你舅舅最近表现不错，当然不能让他吃这种苦头了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哎，柯兄柯大人呐、啊，拜托放了我吧，柯兄柯大人。八大家，眼前能够救你的就只有袁小玉他们，他们要是不出现，你就准备在这里当人干吧。啊？人性的代价，有的时候难免会昂贵一点，你就准备付出吧。人性实验？可不是嘛，实验就实验，干嘛一定要把它晒成人干呢？他一个人被吓死也就算了，要是晒成人干，岂不是连别人都要被他吓死吗？人性实验，好一个整人的借口啊！东厂的伎俩真是至恶至毒啊！可是恶毒归恶毒，郎中还挺厉害的，一针呢针对着脑门刺过来啊，让你进退不得，还疼得发狂啊！我非要把人给撕裂了才甘心吗？爷爷，我明天要去救他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边到处都布置着人马，就等你们上钩啊！哼，胆子瞧吧，想玩游戏呀、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来。找到了，柯大人啊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找到袁不凡他们爷孙俩住在哪了。哦，你怎么会找到？是我那个外甥告诉我怎么走的。哎呀，我在城里面绕来绕去，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。你看到袁不凡他们了？当然了。那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呢？哎，没有，我小心得很呐。好极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嘛！这种姿势叫我怎么睡呀、啊？哎呀，到底在哪儿啊？好像就在这儿哦。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怎么样？这个地方有够神秘吧？咱们是大街小巷都转遍了。启禀天后，里头没人。八大猪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刚刚明明看到他们在这儿的，说不定他们又出去喽。你们两个埋伏在这儿，是我回去调动人手过来支援。你们两个跟着我，咱们再寻原路回去找找看。是的。哎，柯千户啊，那我呢？这种场面你帮得上忙吗？嘿，好像帮不太上啊。那还不赶紧消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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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在干嘛？
你们的客迁户刚说要埋伏啊，埋伏啊，你躲厕所那儿啊，埋伏埋伏就要埋起来，水缸埋起来，多大？哎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有动静你们才出来，没动静千万别动啊！啊，我也要埋伏啦，埋伏啊，有动静才出来呀、啊。慢慢找吧，绕死你们。哎呀，舅舅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干嘛？哎呀，赶快拿个枕头给我，没枕头我简直睡不着啊。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睡觉？怎么了？出事了？胡说。喂，各位几位的军爷们，你们老大客迁户已经查出白莲教要犯袁不凡的下落了，赶快派人去支援喽！赶快派人去支援喽！耶，这人都死光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哎呦，哎呀呀呀，你们这锦衣卫啊，果然是神出鬼没的。不敢，不敢。八仙儿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你们赶快派兵马去增援呐、要不然的话你们老大客迁户可是会发飙的。我讲的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啊？听清。哇塞，这个锦衣卫啊果然不是盖的，神出鬼没的。哎，舅舅，客官王真的找到袁姑娘他们了？怎么可能嘛，你看那跑来是谁啊？袁姑娘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啊，干嘛？我只不过瞄你孙女而已，又没做其他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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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？拜见千户。不是守在城门口吗？跑到这儿来干嘛？启禀千户，是八大珠通知我们来支援的。啊！把你们骗得团团转，我看是白养你们。启禀千户，实在是因为您公开夸奖过八大珠，他跟您的关系好像还不错，我们才以为什么？还敢狡辩？属下不敢。我还不赶快去追，知道他们跑了，你们都别想活了。是是。八大珠啊，八大珠。大的胆子居然敢背叛我！哎，这根本是一本书嘛，哪有什么宝藏啊？不，这字里行间的确有些古怪，说不定在这文字之中暗示了藏宝的秘密。嗯，是吗？哎，我听很多人说啊，这个宝藏富可敌国，有够大笔的。哎，是啊，真的。哇塞，那么大笔的宝藏，虽然四个人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既然是富可敌国的一大笔，就算是分成四等份，每一笔都是很大很大的。我勉强勉强给你接受。谁说要跟你分啦？他说的，听他胡说。这宝藏啊是崇祯白莲教的，没你的份儿。什么？搞了半天，你们把我给做掉了？哎，袁长老啊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做掉他没关系。我们白莲教啊，只剩我们三个人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分成三份喽？你也没份儿啊？哎，那太过分了，你们想独吞呐？对呀，独吞。还不是呢，这个宝藏啊，谁都没有份。他不属于任何人的，他只属于整个白莲教的。可是你们白莲教也完蛋了。哎，谁说的？还有我们三个人呢，所以我才主张了分成三份呢。白莲教徒是杀不尽也灭不绝的，只要世上的百姓有一口怨气在，这个世间永远有白莲教。啊，那不就没得分了吗？哎，好啦好啦。
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心脏怎么跳那么快啊？哎呦，我本来是以为是有利可图，才跟着你们一块搅和的，现在都已经被你们套牢了，反而没有搞头了。大家，啊，你救救我！要是气死在这个破庙，这俩人啊，就是凶手啊！哎，凶手，凶手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这怎么又是这个字儿啊？ 这什么字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个古字吧。可是这个大运经里头，它出现了好几次啊。哎，也许别有所指。哎，要是张本荣老师在就好了。以他的学问来说，这个字啊，他一定能解的。嗯，说的也是。八大家？啊，干嘛？哎哎哎，你不是连这个远古的文字你都认得吗？ 哎，舅舅，你过来一下。又没我乐份，我才没兴趣。哎呀，快给过来一下嘛！这个字啊，长得很像你。啊？是吗？可不是嘛！哎呀，你看这本书啊，都几千年历史了，想不到你居然会出现在这书里头，可太伟大了吧！我怎么很像他？哎，当然像了，简直是一样的。哪像了？哎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框框里头那个字啊，看起来就像一头猪啊！ 你费了那么大劲儿把我诱惑过来，就是为了损我的。哎呀，不是啦，那里头啊，真的是一头猪嘛。那围住那头猪的框框嘞，就应该是房子，那个字就代表是给猪住的房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猪舍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可是啊，给你住的时候呢，要叫房子也可以。嗯，我看不太可能啊。哼，听他胡扯。 哎，你们不觉得他真的长得很像我舅舅吗？你看，你没看，人家都摇头了。就你这个人头猪嘛，才会觉得他像头猪啊。哎，他明明像猪嘛，你也像猪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去捡些柴火吧。舅舅，园长让叫你去捡柴啊。我叫你去。哦。哎，园长老。 外头好黑哟！哎呦，废话，现在是晚上了，当然是黑的。难道还是亮的？快去！我怕怕。爷爷，嗯，我陪他去好了。哎哎哎，好啊好啊！哎哎哎，园长老啊，基于我们的同志关系，你怎么可以破坏我们的好事呢？你应该乐见其成才对啊。你这个小子，哇，快溜啊！哎呦，你把人家手拉的好痛啊！ 啊，是吗？哎，能不能借我看一看啊？还好啊，没有断掉啊。哎，怎么啦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唉，你没事吧？有时候我觉得你挺聪明的。哟，有时候我觉得你笨得要死。 啊，不会吧？张老师老夸我天赋异禀呢，再笨呢也笨不到哪里去啊。哼，你到底笨不笨呐？我看啊，只有老天爷知道了。哎，说实话，皇上要我来保护你呢，这初步的任务啊我已经达成了。可是啊，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嘿，他的意思啊是要我一辈子保护你，别让番子给抓到了。可是，我一想到这个啊，我就头痛啊。 难道你另有打算啊？没有啊，只是啊，我每一次一想到什么一辈子的，就觉得实在是很难搞啊。你想想看啊，我才活了20年呢，就觉得实在有够辛苦的。现在居然摆了个一辈子在前面呢，那得多少个20年呢？就算搞爱情吧，也不能那么搞啊。
简直是搞死人了。哎，这个我倒没想过哎。啊，没想过？哎，这可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哦。你还是赶快想一想，以后啊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哦。不会这么严重吧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只要两情相悦，就很幸福啊。哦，是吗？王老家，嗯，我没有啊。什么没有没有啊？哎，没有没有啊。什么没有没有？讲清楚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没有没有啊。什么叫没有没有？你哎呦，我都被你搞糊涂了。柴火呢？我叫你捡柴呀，什么没有啊？哎，现在去捡啊。哎，真是。爷爷啊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。咦，当然是来监视我们的。爷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不不，爷爷出来捡柴啊，出来捡柴了啊。哎，是吗？不会吧。希望你跟小玉在一块儿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人长辈的，为了子孙的将来，难免会自私的嘛。哎，这一点呢，你要多见谅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啊。哎，我怕说出来呢，会伤了你的自尊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常常被你伤到嘛，再多伤一点也无所谓了，你就直说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哎，您尽管不客气吧。这，哎呀，因为你是个太监嘛。啊啊！你笑什么？原来就是为这件事啊！哎，那太好玩了。袁长老，如果说我不是太监呢？哎呀，不可能啊！哎，如果我真的不是，那你应该不会反对我跟小玉在一起喽。你这种假设的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？反正是不可能。哇塞，你实在有够藐视我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保证吓死你。来来来，哎，你站好了，不然吓你一跳啊。你看，噔噔噔噔。哇，那不是假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要不要我撒泡尿给你看看呢？方便吗？哎，当然方便喽。尿尿。哇哇哇哇，是真的。哎呀，最近也不晓得走什么运呢，老是应观众要求脱裤子。哎呀，哎，王大侠啊，这你既然没有被那个，你干嘛成天跟小玉和在一块呢？你说你想搞什么鬼啊你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你既然没有被那个呢，哼，干不能跟小玉在一块了啊？哼，没那个也不行，有那个也不行啊。你废话吗你？告诉你说，小玉啊是冰川一劫，她因为不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所以才跟你在一块儿。当她知道了，她绝对不敢了。她，嘿嘿，谁说啊？她早就知道了。啊，这她怎么会知道呢？哎呀，不是有一回我跟她上张倩的床吗？从那以后啊，她就知道了。袁长老，没关系，虽然你知道的比较晚啊，可是啊，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。这张老师说的，文道有先后嘛。而且啊，您别担心啦，反正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跑不掉的。晚安。哎，这老天爷，这什么跟什么嘛，真是。属下无能，还请千户大人开恩。开恩？回去向公公和夫人说去。小的该死，大人饶命。哼，是你们造反，平白无故的逃出城去，这
种责任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启禀千户，属下已经派人四处搜寻，应该很快就会有他们的消息。最好是这样，下去吧。是。爷爷，嗯，这个字在大云经里出现少说有百来次，啊，而且它出现的地方啊，跟其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牵连。我看这个字的确有问题。是啊，就是不知道这问题发生在哪儿。这个字啊，我越看它是越像朱赦。又来了又来了。哎呀，舅舅，真的吗？别人呢是做贼心虚，你呢是做猪心虚，人家一提到猪啊你就敏感起来了。都是被你害的了，要不是你入宫当什么假太监，我怎么会跟着入宫去当什么猪啊？哎，那是你自愿来的。哎，舅舅没关系，不管是黑猪还是白猪啊，只要是肯当猪的就是好猪啊。页数怎么怪怪的？哎，你们看看，右边的全部都是第四页，左边的全部都是第三页。那个武则天呢，是不是疯了？这个问题我也的确注意到了。这，哎呦，这大云经的编的页数还真奇怪呀。莫非这里面暗藏玄机啊？哎，说不定啊，有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右边呢是个四。左边呢是个三，哎，你们看这个字像什么？爷爷，是四周的四。右边呢是个四，左边呢是个三，哎，你们看这个字像什么？爷爷，是四周的四。哎，对呀，这如此一来就跟四周当地流传已久的传说，哎，就一致了。什么传说啊？唐朝的武后曾经在四周埋了一批宝藏，而事隔一千多年，这宝藏藏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啊，爷爷。那照这么说的话，这宝藏的确是藏在四周城内了。哎，不可能啊！哎呀，说来说去，好像非回四周不可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要回你们自己回去，反正不干我事儿。哎，人多好办事嘛，万一你落单了，太子追来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又被你们套牢了啦！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现在又要回去，要是被客官王发现了怎么办呢？见过千户大人。是你？哎，有事吗？哎，大人，是这样的，大人不是跟小的先前有过协议吗？只要把这白莲教给灭了，恢复了治安，就可以尽快的撤掉城里的守卫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哎，大人，小的是做这个谷粮买卖生意的，最近这些日子啊，兵荒马乱，做起生意本来就比往常要困难，再加上这个守卫的问题，货不能畅其流，要做生意，哎呦，这是更加辛苦了。这好像跟我听的不太一样啊。大人，您听到了些什么？我听人说，你借机哄抬粮价，谋取暴利。狠狠地发了一笔战争财啊！误会！大人，这是天大的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是吗？大人，您看看小的像是那种人吗？啊！你是哪种人跟我没关系，不过这次灭白莲教，你倒是帮了大忙，魏公公和我都不会忘了给你记上一笔大功劳。魏公公跟大人您效命，这是小的职责所在，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城里的兵我可以撤，是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最好给我收敛，下回再让人一状告到我这儿来，到那个时候，我想不办也不成了。是，小的知道，小的知道。没事，你可以回去。是。啊，大人。今天啊，
小的备了一席简单的这个酒菜，不晓得大人肯不肯赏光啊。哎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干嘛鬼鬼祟祟的？把斗笠拿起来！我告诉你说，越是鬼鬼祟祟，越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干嘛那么怕死啊？哎，你们看，哇，贩子都不见了！会不会以为我们跑了，不甩我们了？哦，看看后面呢。哇，那我们来送死啊！哎，别紧张嘛。官方啊，虽然贴了这个悬赏的画像，但是门禁也大开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叫做官方做法嘛，输了里子，但是还得顾得面子啊。他门禁大开啊，就表示已经认输了，不用抓人啦。可是他们的面子还得顾住啊，所以他们就贴了这些悬赏的画像，得装模作样一番嘛。其实啊，抓人的事啊，他们早就没指望啦。爷爷，咱们安心的进城去吧。四位要点什么？随便啦，挑你们这边最好的，有什么上什么了。哎，舅舅，你带钱了吗？没有啊，当时你们白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付钱。哎，老板，给我们四碗家常面就行了。好，就来。还家常面了，我都好几天没吃肉了。怪疾缠女眷，重金求神医，各方神医请洽，四周无力财。哎，你们看，居然是这个字。这个字怎么会出现在这张启事上面呢？嘿，还不简单，我们看就知道了。哎，老板呢？哎，我想请教一下啊。哎，老板，我订的房间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。哦，哎，客栈，咱们里头请。哎，老板，你胆子还真大，连锦衣卫你都敢呸呀！哎，了不起哟！你不要乱讲话，我呸的不是那个锦衣卫，我呸的是另外一个人呢。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人呢？你没看墙上的启示？你没看到那名字吗？哦，你说吴立才啊？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出卖白莲教那个大恶霸，他的名字就叫立才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快溜吧。溜什么啊？还没吃面呢。哎，你还吃啊？你们看你客光光啊！哎，客光光在哪儿？哎呀，走进去了。啊，这我怎么我们到哪里他就跟着哪里？赶快走啊！老板，哦，老板，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启事最下面有个红印，红印里头那字怎么念？你看看，那个字啊，念混，混，混，混水摸鱼的混。听起来还挺亲切的。哎，老板呢？那你晓不晓得那个混是什么意思啊？混，租住的地方。哇塞！哇哇！果然被我命中了，我猜对了。可能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老板，那这个混字为什么会在这张启事上出现呢？哎，对呀，这个混字是他们吴氏啊遗训下来这个字，我们本地啊暗中啊叫这个混呢。是猪舍，反正猪舍就猪住的地方，就是猪就是了。嘿嘿，老板呐，正巧呢，我们里头也有一头猪，哎，它好像不太同意你的话哦。嘿嘿，看来那批宝藏的确是藏在吴立才的家里。哎，那我们就去找啊。你没看了，吴立才跟客官关系那么好啊，找什么找？找死啊！这宝藏的地点恐怕要费些时间才能够找得到，我怎么偷偷摸摸的进去啊？还的确有些困难。爷爷，那还不简单吗？我们就光明正大的进去啊！你看，这个启事上面不是说要有一个神医吗？那我们就给他一个神医啊！哎呀，爱说笑，哪来的神医啊？哎呦，可以装的嘛。装，谁来装啊？嘿嘿，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啊，就只有一个人最合适了。
干嘛？我才不干呢！哎，八大珠啊，你也不用躲。我看这么吧，如果你肯帮这个忙啊，等找到那批宝藏，我一定会好好的酬谢你的。怎么个酬谢法？嗨，反正啊，不过亏待你就是了。白毛老头说话可要算话。嗯，行，你说的话我信得过。真不愧是我的舅舅啊，果然是见钱眼开呀、啊。不敢不敢。抱歉抱歉抱歉，实在是抱歉实在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慢走。吴老爷可是做东去了。是啊是啊。你的祖兵，他的姓不多见，他可是姓客啊！哎呦，没错没错，先生果然高明。不，别叫我先生，我姓八，叫我八神医就可以了。是是是是是，八神医果然高明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，看病要紧啊！好，我给您带路。不不用，你这卧房在哪儿？我知道怎么走，在那儿对不对？神医神医果然高明。怎么样啊，先生？叫八神医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八神医，八神医，看不起人啊！不是，忘了。八神医，八神医，八神医，多叫几次。是是是，八神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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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明的八神医，帮你看病啊！是是是是是是。夫人没病，没病，不可能吧？你扛了很久嘞。是你看病还是我看病啊？是是是是是。人躺着就一定是生病吗？这点道理都不懂。没错没错没错，八神医果然高明，果然高明。以我看啊，夫人不是生病，是你们这里的风水不对啊。风水不对？不会吧，我们这宅院是全四周风水最好的地方。哎，啊，不，风水好归好，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利用啊，那也是可能出问题的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我说风水不对又没说风水不好。哎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不过八神医啊，您怎么会从我老婆扯到风水上去呢？你老婆没病，却又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这分明是有一些神秘的因素在作祟。哎呦！八成是风水不对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无解。不，八神医，八神医啊，您得帮忙，您得千万想办法。别急啊，想啊，这得想啊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哎。千万不能误解，千万不能误解啊！有了，这位是啊，他就是我跟你提起那位风水师傅。哎呀，有名的不得了啊！他姓袁，你叫他袁大师就行了。是是是是是是，袁大师，袁大师。不敢不敢，我们这风水有哪个地方不妥，还请大师多多指正，多多指正。当然了，当然。吴老板啊，这位袁大师他的脾气比较怪异，他有怪毛病，在看风水的时候很不喜欢有别人在场，否则的话，否则怎么样？要是惹毛他了，他只要随便动个手脚，保证让人倒霉一辈子吧。好，我马上回避，马上回避。八神医，那您我怎么了？您需不需要也回避呢？啊，不，那倒无所谓了。反正我本来就很倒霉的了。哦，是是是是。你想不想倒霉啊？回避回避回避。是是是，越回避越不倒霉。是是是是是是。
这凯子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啊？想不到你唬人的功夫还真有一套啊，怪不得宫里的太监让你唬得团团转。过奖过奖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找找看。吴家的主祠，哎，照家规啊，只有吴氏宗亲才能进去，里头就不用看了。哎，大师，不晓得您看出什么心得没有？这个嘛，依我看呢，还是你们这个大厅有问题。大厅有问题？不会吧？我们大厅早就请人看过了，没问题的。吴老板，袁大师的意思啊，他是说现在是虽然没问题啊，可是要是再搞一些假山假水之类的摆设啊，那就肯定会更好了。是吗？不过有人把这假山假水弄在这大厅里面呢。当然了，我就认识一位师傅啊，专门搞这种与众不同的噱头啊。哦。您就是那个师傅。正是。哎，请问您贵姓呢？姓八。八？那您跟那个八神医是？哪个八神医呀？就是他。哦，那个八神医呀。哎呀，实在很不幸，他是我舅舅。八神医啊，你怎么把自个儿外甥弄来包工程呢？这叫内举不避亲啊！你别瞧我这外甥，他可是专帮当今圣上的土木工程的大内师傅啊！来，秀一手给他瞧。喂，哈，喂，呀，怎么样，手艺不错吧？啊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可不可以咱们停停停停？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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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要不要顺便秀一下这个？哎，还锯子还锯子！哎，不要了不要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！哎，看来咱们吴老板对我这外人的手艺还信心十足呢。是。好了，不用秀了，收起来了。行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。哎，吴老板，待会儿啊，我们施工的时候难免会敲敲打打的，是这个敲碎的东西难免会到处乱飞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得用一块布遮起来，以免伤及无辜啊。哦，那你们这工作起来还挺危险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逃命的技术是一流，一点都不危险。不过我反倒是想要问你啊，如果你想在这儿监工，我是不反对啊。可是万一让那些个到处乱飞的东西搞得你头破血流，身首异处，鼻子也歪了，眼睛也瞎了，手指头变成脚趾头，脚趾头变成手指头，那我还要监工啊？我因为你是老板呢。不，我看算了，你们自己来吧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哥们，我们来吧。千户，怎么样？启禀千户，在城郊的一座荒庙找到一些线索。哦，那儿有人待过的迹象，从脚印研判有四个人，三男一女。那是他们没错了。应该没错，属下已经派人埋伏，就等他们出现。嗯，
一有动静，马上通报本座。是。哎呀，放弃放弃，我放弃了。哎呀呀呀，辛苦了，诸位，洞都挖得那么深了，既然不在这儿，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换个目标再挖。哇塞，还有下个目标啊！哎呀，我们这样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。既然不知道确实地点，只有一处一处慢慢挖了。嗯，有道理，我支持你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挖到的。嗨，你当然没关系了，又不是你在挖。哎呀，这干什么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包工程的还得自己挖呀？没尝试。哎，大神爷，大神爷，都完工了吧？哎，吴老板啊，哎，我们搞了个半天啊，发掘啊，犯了一项技术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搞错地方了啊！下一个目标不？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回可找对地方了吧？差一点点就对了。哦，那是对还是不对呢？不对啊！闪开呀！花神仙，怎么样？你闪开呀！什么事那么急啊？哎，见过千户大人。大人，小的有一件私事，想请大人来帮个忙。私事？哎，是是是。说说看。事情是这样，小的最近好像碰上了一群疯子。您知道，我的老婆最近生了一种怪病。这两天啊，来了一个自称神医的，说我老婆她的问题不是生病，是我们家的风水出了问题了。结果他居然又弄了三个人来，说是要把风水整治整治一下，结果把我们家这个弄的是鸡飞狗跳，面目全非啊。你就是为了这种事来找我？可不是嘛，小的碰上这群疯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。那我就活该帮你处理这种事吗？你把本座当成什么人了？小的开始，小的没有这个意思，小的没有这个意思。没有最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啊，是。哎，这个八神医那么凶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等一下，大人，小的自己处理掉，小的自己处理掉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个神医姓什么？姓八。那你刚刚说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另外三个人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另外三个人又姓什么？其中有一个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另外两个，一个姓袁，另外一个哎也姓八哎。一生追追追，追名追利追梦想。忙忙忙，忙得怕对自己望一望，一人晃晃晃，晃来晃去晃到晃，盼盼盼，盼得经验却都太荒唐。人说真有时便是假，假作真不算太傻，总是听不到真心话，我无法和不随他。只愿爱人长相随，谁也不曾负谁，不怕风雨多年追，人间多少是与非。酒中泪，不
说无悔。只愿爱人长相随，谁也不曾负谁。不怕风雨多年吹，人间多少是与非。人生